世界凯渥梦幻之星冠军，管齐慧，当年才16岁的她，以稳健的台风夺下第一名，勇于挑战自我的管齐慧，什么都不怕，相信未来发展不可限量哦。因为我妈要看我们到底在干嘛，其实我就是在那里还在那里来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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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回到家里就这样。对呀、啊，回到家瘫软。就瘫软呐、啊，那我妈觉得为什么？ 然后导播说：“你看，他跟妈咪看，他很OK，会不会没有虐待他？会不会很好笑？”听听看，齐慧了解了吗？以后你的日子喜欢吗？感觉还蛮好玩的。他现在一切都好像很好玩。他到日本好好玩，他去日本比赛，就是一个杂志 Glamorous 的。 就各国选了10000多人去比，你的脸一定都比他们小，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我觉得他好像16岁站在台上就不怕哦，佩华会不会？你会不觉得他看起来就不害怕的感觉？对啊，我觉得他很厉害，而且就是因为我年纪比他大一点。 所以你大一点是大多少？大哪一点？对，你今年几岁？22，才22啊！我都大好多了。大一点，慧芬呢？今年17。 Oh my god！ 您要提年纪这个事吗？ 好遥远哦！你1岁讲10公分，对不对？数不重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啊！我的天哪！交朋友很困难哦。不会啊，对啊，就男朋友比较慢慢找。哎，这年轻人都这样子的哦，我们担心个屁呀！我们担心什么呀？ 他们自己说慢慢找，我觉得有点难找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帮他集个，真的没有。慧芬，这样其实这么高交朋友有点困难，对不对？男孩子看到你会害怕吧？有没有害怕？子杰说。过分。子杰几公分？ 183.5，但是站在慧芬旁边，他们在穿上这么高跟鞋，真的哈、哦，还是阿姨姐，对不对？压力有压力哦，会不会？加加玉，对，会啊，我才183.5，才183.5，这个点我就不用讲了、啊，你呢？我也183，183，我觉得男生呢、哦。 说183呢，跟女生的183真的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婷婷，因为我们还可以高跟鞋助阵，0.5公分都要计较，真的。嗯哼，都要计较吗？跟你一起拍戏的男生可苦了。对呀、啊，像我就觉得我真的有一点太高了，有一点困扰啦。因为我觉得台湾还是喜欢女生，就是小鸟依人可以依偎在男生的肩膀上。像齐慧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但。 我还好，我觉得搞笑没有。其实我觉得在看《真爱》的时候，我觉得你 OK 耶，因为你的脸会骗人。对，我的脸是身高感觉比较没有那么高。对，你的脸看起来，对，谢谢陈妈妈。谢谢陈妈妈给你讲了一个卡哇伊的脸，对不对？可是嘉贞其实不是，嘉贞一看就是大牌。没有啦。嘉贞，你知道你最适合演女强人。 真的吗？对，你不要演，就已经是一个女强人，或者是很准哦。小燕真的很准哦，你有没有看太多了？是不是？可是他说他想当小女人，你当小女人哦，很难哦。他心思这样子。你的心思小女人吗？很难哦。以前可能是啊，以前可能是现在也长大。你才几岁呀？我们不要问他。 不要问他，不要提，别提。在齐慧面前，你们都不要提。哇，你们还计较什么呢？我们人生到了这个，到我这个年龄，真的就不用计较了。我出去，我没有了。
我还没豁出去。不过我想问你们，其实洪老师管的最多的是什么？我很感谢洪老师，是他让我去飞，在事业上面。就是去飞还去肥？去肥。我听说洪老师让我去肥，去肥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先把我的肥给他。洪老师说，在整个凯沃只有我能肥。我最近在拼命的减肥，没有，但是洪老师炖的汤就说小叶你来喝，真的，洪老师在饭桌上面都说什么减肥先吃了再说，哎你这样洪老师很享受人生，对，该吃的时候就吃啊。我觉得 model 也是要力气的，开玩笑，才让是人呢，也是人呢，才让这么高高跟鞋没有体力怎么跳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吃的健康很重要， 对不对？那他让你去演戏当中去飞，不是去飞？对，去飞。我觉得洪老师在我的工作上面给我很大的自由空间。像那时候我要拍戏的时候，其实我很紧张，因为那时候我头发留很长，大概到腰这边。但是那时候要接戏的时候，导演就撂下了一句话说：“你愿不愿意剪头发？如果你愿意剪的话，你才可以得到这个角色。”但是我们是模特儿经纪公司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，头发是不能乱动，对，而且要剪很短，像您这样马上要剪成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公司就一直开会讨论，跟所有的高层，你们想不到吧，一个剪头发在凯沃是一件大事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们就要剃眉毛，你们干对不对？对呀，剃眉毛都是我让他们剃，他们不太剃的。洪老师其实是对这个是要管的，不过也真的，你不知道，比如说女生来，你突然想要刺青，常常杀人，对啊，常常说这么。不过现在我觉得他们现在不计较，我说今天不要刺，拜托你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刺青哦，刺完了以后就是一辈子的烙痕，对不对？只有岳母，岳母在刺的背上，或者你刺的看不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而且是要叫你精忠报国，所以你们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怨念呢，就不要乱刺，对不对？谈个恋爱一次刺完了，分手怎么办？那他精忠报国跟爱情没关系啊。对呀，我就除了是这么大的，就一生的志愿，对不对？恋爱要常常换呐，谢不谢呀？啊，这个你们学姐们的经验都会告诉你们啊。恋爱的时候要想开。你们有常常交换意见吗？哈，你们会，你们有时间跟学姐们交换一些意见吗？其实也很难碰到。最常遇到他们就是公司开工，其他都各自就各自都很忙嘛，对不对？连我找人都很难找。真的吗？这谁到哪去了？就到哪去了？我想有事要跟他讲，哎，他出国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洪老师，对，就这样，现在就这样。对啊，大家都我完全了解，能跟他们通到一个电话 ，feel so lucky。他打给你更 lucky， 他要打给你，更 lucky， 你最好心端在这里。一定 something 啊 happen。家珍，我觉得他在这里面是看起来最心有成竹的一个，但是很难讲，女人的面貌啊跟心底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的甜蜜都在哪儿啊？